你考试考了多少分？你一看见我张口闭口的就是考了多少分？我就没有听见你问我想吃点什么，想喝点什么，今天开不开心？在你眼里，成绩就那么重要吗？比我的身心健康还重要吗？不，孩子生病了，有多少父母拿自己的生命换孩子的生命？你见过哪个父母把自己的生命去换孩子的成绩？我学习成绩不好，不代表我人品也不好啊。老师都夸我能说会道，乐于助人，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筷子喝不了汤，勺子吃不了面，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各有各的优点嘛。我只是学习成绩不好，又不是十恶不赦。再说你要是觉得学习很简单，你咋没有考清华考北大呀？